好了。好了，赶快进去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赶快用啊！有啊，那换筋膜枪啊！筋膜枪一开始就好，你不想用杆子把身体踩上？不是，他的腿不够长。好了，不错啊。婷婷姐姐啊，台湾姐姐，哇，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很重哎，会破百哎。啊，你站上去啊。绿灰黑黑橘黑橘有啊，都在我这。好多的爸爸呢，爸爸乱捡。婷婷。婷婷。可以啊。婷婷，你来帮忙。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挤一挤就可以进来了。对对对，手不要夹到哦。哦，成功了。加点水。你那边比较热。好，你先等一下，帮忙，我们再下去。好难滑，这是什么？老公，这个继续，继续。哎，你不要直直的滑好吗？你的脚不要放直，交换走过去，对。啊，晨晨好高，婷婷变好矮。是吗？没有变小。走一次啊，再走一次，哇！上吗？你要在后面啊。你是乱弹吗？还是真的弹？是乱弹吗？你弹得好秀气哦。你那走过去啊。靠着墙壁坐下来。我才是你挑壶的。哇，还有荡秋千。我才是你挑壶的。我说请你。啊，就是。
哎，你怎么一直往那里贴啊？你看我都很轻松哎，手小心啊！你手不要被夹到了。我动不了了，为什么你们都停在那边？来，这两个，没电了，我不能停了。你要累积多一点啊，累积多一点再把它放啊。你看你的，这么精准啊！这谁发明的？好，厉害哦！四点就没太阳了。拍照嘛？我跟姐姐。好啊。照一张，应该不可能吧？